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当你知道什么是人生的时候，但你却可以还是继续好好的生活。那这个我想我们都有感受啊，这个感受我就把它反映到这个系列叫做罗曼罗兰。罗曼罗兰是一个欧洲的一个诗人，那我其实诗人家庭出身，会受到一些这种跟文学有关的这么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就一直到现在已经到了工作这么久了几十年的阶段，然后反而酝酿出一个这种情怀。我只是所谓的时尚这件事情是一个混合在一起的一种情感。颜色上我也把这个罗曼罗兰的这个气质放进去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唯美的 blue， 但是也有很 tough 的 black， 然后有纯洁的 white， 所以这些颜色综合在一起就出现了一个女性的那个内心的坚毅跟外表的温柔的一个混合的这种气质。这个 transparent 的效果用一个非常不完美的这个袋子，却用非常精致的精密的手工混合在一起，用黑色好像是很传统的黑色，但事实上是做了很多的精致的细节的设计的表现。这是蓝色的系列，好像晶片一样的新的 Technic 的伊达科技的素材料，然后但是又有非常细的手工的珠缝，因为没有办法，这是我拿手的，这是我喜欢用的一个方式。那我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在做说同样的事情，我一直都在谈女性的心声，女性的美丽，或者女性的这个挣扎快乐跟痛，对，要勇气，当然勇气是不能没有，因为没有勇气不能走到现在。那所以罗曼罗兰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感情，然后酝酿成了一个这一季的这个 story。 Yes。